近日，姚晨凭借电影《找到你》中李杰一角，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第26届大学生电影节上斩获大学生注目单元最佳女演员奖。姚晨在电影《找到你》中饰演的律师李杰，为了寻找女儿翻垃圾桶，在甲板下跪等情节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极具爆发力的表演也使得李杰这一角色更加饱满真实。姚晨用她的表演呈现出自己对人物的解读和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演技也得到了业内和观众的认可。非凡娱乐实时报道。